由白沙屯妈祖信众所成立的慈善文化协会，长期推动社会公益工作。而且行政蔡明贵以及会员陈信文，为着要推广妈祖信仰的文化，最近是特别邀请来自家己的工艺师，用高级土来制作妈祖神像。业界表示，甲一般用土也是用柴做的比起来，这种高级土所做的神像，无论是色水也是造型，拢更加水。伊希望信众除了点出红色拜拜以外，也当来做几工艺品来欣赏。做工有路，金光闪闪的妈祖神尊，甲一般泥塑木雕拢无同。慈善文化协会以白沙屯妈祖为信仰，热心社会公益，为了向大家推广红山妈祖的文化，特别发想创作高级小妈祖，希望予大家无同的观感。有想要收藏的人，厝的无神明厅，啊，伊想要会当尊敬妈祖，吼，啊，所以阮就想讲，啊，无来做这交趾头，啊，因为做这玻璃的 Q 版妈祖已经。看起来较无讲真尊庄严啦，啊，所以到尾就有人妈祖请示，吼，啊，互阮两个去找，啊，找这个师傅来完成这个，就是讲，互年轻人，也是讲，吼，有想要收藏的人，吼，这嘛是一个艺品，啊，嘛是会当对神明的一种尊敬。高志修所做的神尊，色水更加水嘛，更加清，在市面上是真少看到。师傅表示，创作过程有真侪难关，但是有妈祖宝的保庇，就创作出别有特色高志修妈祖。有人讲高级油叫做保石油啦吼，啊，所以讲伊做起来，伊个感觉足富贵的感觉就对啊，嘿。心内若是想着讲，啊，为着这件代志去甲白沙屯妈祖，也是讲咱山边妈祖咧甲伊讲的时阵，我心内咧默念的时阵，伊就会有一挂灵感给我。啊，咧做吼，会使讲时间有较长，不过吼过程其实嘛是会使讲安那顺利啊啦。创作出两尊高级小妈祖，协会将要送予宫廷宫结缘，让大家有机会看到美丽高级小作品。未来嘛，计划继续生产高级小妈祖，希望有兴趣的民众会加入红山妈祖的行列。希望吼，这两尊吼，咱一尊吼要送予咱宫廷宫，哦，啊一尊要送予咱沙边妈祖，哦，啊有因结缘。啊，刷了后壁这个结缘的问题吼，这就是以后都啊，如果哦后壁啦，我啊在申请。哦，在台地，哦，然后有人想讲要借，有人想要收藏，哦，阮会当甲因借做安尼吼。创作无同的妈祖，互市民更多样化的面貌。摆伫厝内面，用红色马英做装饰，是先进个流行的信用方法，嘛，予大家新鲜的体验。记者张怡婷采访报道。